不是得有人弄绳啊？有绳。来了，这是体会一下嘛。能走到哪儿是哪儿。你要第一个。我们不是一起上去吗？你先来，你今天不是说你要？对，你先来吧。嗯。凯凯看完之后就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刮目相看。好，既然我说了来了这儿，我第一个上，我就第一个上。啊、你好厉害啊！娘们，太厉害了。哇！这个太吓人了，这真的吓人，这个真的是，哎，人在那儿你会丧失平衡感，会直接坠。我觉得我能行，好了吗？就是我感觉我可以走出去。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，加油！苗苗，加油！苗苗，太厉害了！我也不知道我能走到哪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我只要还能往前走，我再走一点，我能往前走，我再走一点。对，很好，没问题。哇！苗苗太厉害，慢一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走那么快。好勇敢哦！哇，他已经好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已经很棒了。哇，他，我不能再往前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苗苗，现在你脑子里想到第一个念头是啥？我想我突然在想，如果我真的就是这一下我掉下去了，又哭了，是不是哭了？哦，他哭了，我也哭了。我想跟我家里人说，爸妈、妹妹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。我突然一下就感觉老公和孩子每天你都在跟他说，老公我爱你啊，安娜妈妈爱你啊，这个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情，是不需要有勇气才要说的话，喊出来爸妈妹妹我爱你，以前没有勇气做的事情好像这个时候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，平时真的是不是很能去表达出来这句话对他们，但是这个确实是真实的一个感情，我觉得需要表达出来让他们知道。太厉害了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哎呀，苗苗是个狠人。苗苗绝对狠人。苗苗是个狠人。以后别惹苗苗，苗苗太狠了。我回去了。嗯，我走不动了。一会儿用屁股顶回来，为什么会？因为不敢转过来。站起来转太对不起来、啊、你们来试试，到这个位置真的站不起来，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已经到极限了。哇塞，你现在可以站起来掉个头回来了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你们站回来了吗？对啊。哎，你要不要摆个姿势我帮你拍照，拍个照，你这就最勇敢的照了。哎呦，太棒了苗苗，太强了你！好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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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一个谁上？好，我来。好，哎，一龙要去。一龙姐，一龙肯定没问题。你要走第几格？
我刚才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走到第二格头了吧。好，来来，玻璃栈道都还好，对我来说。表妹第一个出去了吗？小姑娘都出去了。哇！你说我不能这么怂吧，大老爷们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出来确实有点惭愧，不行，那太吓人了。哎，你看云龙，你看云龙，是这样子，这个样子。当时那个姿势就是很尴尬、很丑、很丢人。云龙，你还想往前走啊？哦，可以了。苗苗，你还笑我？你跟我一样这个一样姿势？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云龙，先停下来，问题还没问呢。那个，你要站起来回答，还是就这种？就这个姿势吧。在此时此刻，脑子第一个念头是啥？说实话，一片空白。你有没有想对谁说话？对自己吧，希望未来你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。那你要离开这个勇气台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？你赶紧把这个绳拴上去，哥，你不要拿来吧。回来吧。给大家笑话很丢人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会有决定我再来一次，挽回自己的尊严。真棒，云龙真棒。这姿势就没有很帅好吗？我都笑出眼泪来了。你干嘛要再来一次啊？没事，慢慢走。我知道他太高了，所以他更害怕。他太高了，所以感觉重心更高，更害怕。结果第二次瞧他们笑得更大声了，我已经用了自己觉得最爷们的方式出去了。这出事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你的姿势真的特别的好笑，是更丑了吗？哎，以为你出去会有多帅，结果还不是那么慢。我尽力了。下一个谁上？来吧，我来。由于你要去哦，你在走过去之前，要不要跟军哥拥抱一下？不用。阿芬，你真棒。来。当时觉得谁是最勇敢？我呀。我觉得他出去就好勇敢了。在我前面的人都蹲在地上哆哆嗦嗦的爬呀。哎，我觉得我这个鞋有点摇摇欲坠，像弹簧一样。那鞋脱了，鞋脱了，可以。上下。哇，你这样如果脚上有汗了的话，会很滑的。不会想那么多，我鞋一脱，袜子一脱，我就直接往前走就完了。哇！哇，你太牛了！老婆，你太厉害了。得一直拉着他，不然的话他会。哦，你好棒哦！哇！哇，林姐是个狠人啊。哇，你是个狠人。哦，这他太勇敢了。妈呀，哇，哇，老婆差不多就行了啊。真的差不多就行了。你此时此刻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啥？自由还是很重要的。
你有什么想要对谁说的话？对，想跟我爸爸妈妈说辛苦了，然后想跟想跟 Jagger 说辛苦了，想跟好儿说辛苦了。哇，他哭了，我好感动啊，我都要哭了。然后想跟我老公说老公辛苦了啊。还有什么遗憾没有？没啥遗憾。那个我挺感动的，就你站在那么高的地方之后能如履平地的话，那么你内心实在是太强大了，觉得很少有人能这样。有一份坚守挺感动的。这我必须给我云姐掌声，真的太厉害了，云姐太厉害了。宝宝你太勇敢了，我真是做我都做不到。